好，可以了啊、哦，好，我们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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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慈悲忏道场忏法，梁皇宝忏啊，略说啊，各位比丘，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，各位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好，请放掌哦。我们来继续呢，跟大家谈这个这个我们在入忏仪当中所谈的啊这个内容，那并且跟他解释这些仪式啊。那么上个讲次呢，讲到说这个资责忏文啊，就是二十六页了哈，就是我们这个版本的二十六页啊。二六页是那个阿拉伯数字写的，下方写的这个啊。那么知者，这个知者就现在啊，现在啊，这个忏文呢、啊，这是正要开始造起，造就是发任，发起，正开始啊，开始的时候，开始那起就是啊，这个这个发动啊，仰叩普贤恨王啊，这里注音是念恨啊。那这个字呢，一般白话都只是行而已啊，就是念这个行字。那糟糕了，它其实是个破音字，好，有三个音啊，恨啊，大概就是已完成的功德啊。那所以说，普贤菩萨已经是完成的。或者是只设一个一个功德相，所以它不是一个及物动词，说行什么东西，我们行慈善，这是及物动词，行什么？不过这个呢，这个汉文呢、啊，因为它是方块文字啊，所以它没有太明确的那个语法的。而且他没办法加这个字本身没办法加及物动词、受词、进行式啊、过去进行式、男众、女众、复数啊、什么单数、近词、非近词哦，没办法加这些，所以呢，他很亏。在汉字呢，你摆在那有各种解释法。就变这样。那是第一种原因。第二种原因就是，他要增加一个新词的时候，他是用组合的。那他没办法，他用组合，但他用字跟字来组合成新词，这看起来也不坏。可是呢，他就不够灵活，就不够灵活。你比如说。最有名的一个，一般人都不知道，连藏传佛教人都不知道，就是说，十轮金刚法会，早在我那个读大学的时候，十轮金刚法会很有名，听过的举手。三四个，代表那个我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好 ，OK。十轮金刚呢，在汉传佛藏传佛教有提到一个事情，他说我这是重大的法会，具体的我不太清楚，但是他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有这么一个咒轮，有这么一个符号啊，这个符号字见者得解脱，
啊，一般人都不知道，他自己心爱呀，都就这样画，这样啊，这样画好多这样。它是一个字，然后就表现一个咒语。为什么？他把咒语里头的每一个字发音、发音字、发音呢、啊，叠在一起，他可以这样。那汉文有没有？有哦，但基本上很少用，有没有？嗯。过年的时候，招财进宝叠成一个字，有没有？但是你永远只能叠那几个字。有啦，有人想了半天啊，但这是没有规格化的，就是说书法家的人或者喜欢玩这个的人呢，他自己去斗，有没有？还有一个叫做什么知足，为什么知足？啊，为无知足，他也是用赌的，他把那个口放在中央。你看，尾有个口，无有个口，知有个口，足有个口，看到没有？是的，重叠字呢，大概会有那种重复使用的那种偏旁，但是呢，汉文有限，能这样玩法的很有限。但是呢，藏文呢，早年的那个藏文是用什么体呢？那个叫做天成体，天成体特别容易。你要知道梵文呢、啊，我应该讲梵文了，就梵文才有这个天成体的概念。天成体的那个格式啊，它就很规格化，但它可以拆分，然后组合，它就容易组合。我们就不能，啊，这是一个了。再来，我们要去读这个字到底是动词还是不动词，有时候还得要上下文看一下。你比如说《法华经》里头好多个字。为，你们两眼茫然呢？没有 respond 一个啊，是是是那种眼神呢？啊，茫然，可见你们都乱念。为跟为是不太一样的。为什么？你看，它就是一个及物动词，哦，那为，它可能就是一个不及物的动词啊，啊，我为法王，但它我为法王看起来，其实又好像是一个及物动词。我为什么？后面要一个什么？好像或者叫指涉词啊，这个为字是在指涉，但是我为赚钱才这么辛苦回来啊，那个为。赚钱，那就是及物了。就是你中文看不出来啊，你得要看看前前后后啊，甚至看到下一个字儿，你才会知道这个音要怎么念。但已经看到下一个字句了，你音你就不知道两边多了。你已经看到下一个字了，你听懂我意思吗？那你可见你已经刚刚念过了。那你要念哪一个？你还没看到下一个字。你如果对这个经文不熟的话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念什么发音。所以怎么样？只好。注音在哪里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技术总监呢说：“啊，师傅啊，我们把注音放上去啊，哦，这样。”他说：“啊，那个是长老，我长老的名字还没想起来，已经往生了。哦，祥云长老了，祥云长老，听过人举手。哦，这现在都还能磕到啊，没人。”又再次证明我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祥云长老，我们今天说出他的名字呢，对他致敬。他是默默无闻的英雄，他其实他不是默默无闻。在台北有个什么金色？听过人举手，讲得出来举手，跟他有关。哎，说出来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谁说祥云金色的？啊，猜的，我还以为有一个我们那个时代的人。OK， 好。那小云先生还在，你不是你等一下下来谷歌一下就知道，小云还在。他老人家呢，是中文系毕业，啊，后来可能是被抓兵了，像我师父师公一样，哦，那个当年呢，蒋介石要来台湾的时候，已经。
什么呢？这个是这个很辛苦了，啊，很辛苦了，所以他沿路抓兵，好像也是这样来的，啊，唉，那个时代真的是跑到庙里去抓兵，然后抓来台湾，这件行为是很糟的，但是对台湾好像很好，所以到底情况是怎样？听懂意思吗？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糟的手法，不尊重众生的手法，然后完成佛法的弘扬吗？因此我又陷入了思考。认为可以的人举手。你这些坏人，有可能潜在做坏事，可不可以这样想？哎，茫然呢？佛弟子可以为这种事情茫然吗？当你遇到抉择的时候怎么办？要先想好啊！好啊，你爸呀，你已经陷入了困难的困境。佛弟子说要守戒嘛，对不对？要慈悲嘛。那被抓兵来的人，一定会觉得蒋介石慈悲吗？啊，他屌个不让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欸，我这样讲，那个 YT 会不会把我打叉？啊，他儿童不宜，18岁以下不宜。啊，人家我这种讲话不能叫粗话，我这叫做情绪表达。这就是好跟坏的问题了。对不对？有极端洁癖的佛教徒，看到听到我说“搞干不了”这几个话的时候，马上转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啦？哎，啊，都不要回应呢，那叫做极端洁癖嘛，对吧？啊，我又输恭敬恭那个行呢，啊，这不行，跳开。听过，但是呢，可能怎么样？可能很接地气的，或者是生活比较这我们要怎么讲呢？这讲错了会被人家骂。那怎么讲呢？就是生活比较接一般民众的，或者是比较台湾本土，甚至中南部以下的，他就觉得阿尼苏跟咱看妈鸡。你知道那美国哈，美国他很早就注意台湾的民间事情。每次的选举其实对美国都是大事，然后他们要派人来啊，来理解。他有三种路，一种路就正规的外交手段，派人啊来交流什么的，学者什么的。第二种呢 ，spy， 那个他可以买通啊，那你也不知道，他没有什么恶意啦。他只是说事先要知道台湾整个民情，他要研判，包括你的选举。另外一种呢，是他用大学生，然后帮你训练，训练好了之后送你进来。你知道他们多深入，你知道吗？上一任总统美国川普这，大陆翻译成什么？什么特朗普？哎，特朗普，对。他那个是音，每个字把它翻跟布布卡翻一样的。特朗普，他的中国顾问，光头的那个，有没有印象啊？没印象，算了。他是可以讲台语的，他可以咬槟榔、抽烟，蹲在屏东的乡下，跟阿伯用台语聊天。这样他才聊得出来民间真正什么想法。人家一个国家要做世界老大，哎，用心良苦呢，还开多少？听懂没有？啊，所以他卖你武器又烂又贵，有时候也是不得已啊。这是不是又来一次了？怪异的手段，好像要完成一个堪称不错的结果，不是又来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人间到处有这种事。
你们要做菩萨怎么办？到底是目的重要还是手段重要啊？终于又陷入常考。那我们再来问一下，男女爱情到底是手段重要还是结果重要？哦，你们都很清楚，因为你们都被怪异的手段骗来，结果也蛮幸福的啊，所以还是结果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知道男人女人不灌米汤不会迷醉，不迷醉就不会去结婚。有些女众她明知这个男人讲的是米汤，但是还是很舒服，这就是手段重要还是结果重要的最明显判别。对你来讲还好啦，人家愿意骗我好过笨蛋不会骗我的，不是哦？啊，不然呢？什么？好，过得拉吧。哎，嘿，把酒过得拉吧是后边的代志啊啦。但是之前你嘛真欢喜去过得拉吧，因为若无过得拉吧，唔敢给你听我。啊，什么都看得那么清楚，我告诉你，天下没有可嫁的人了。这我们梁清溪，陈玉居士呢笑得很开怀，他就丢给我一个什么，丢给一个 yes 的眼神。我是因为这个恨字啊，谈出这个事情来。恨字，你不念到那里，你还不知道，你没有注意，一般人真的会念行。其实那还有一个音，性。行动的行四音，性安乐性，其实也不是安乐行，行是行人，是一般的行动，性是一整套，什么样？一整套完整组织的行动 SOP， 叫做性。啊，你搞看，这些代志有大条无？还有先后的先啊，这个呢连祥云长老都没，都是铸成先。其实在古书里，在我们的故宫本的法华经当中啊，就有注解是念现，现现在那个现发音是现，不能念先，是要念现。是什么呢？是已经在什么之前，它是一个动词概念，这个是一个指涉性的不及物动词，这种概念好难啊。我都问中文系硕士的毕业的居士哦，他说师父这个我们真的当时没有读到这一段，所以很困难。他到目前为止是越来越流失。还有快乐的乐，有个好药的药，对不？好，哦，还有音乐的乐，哦，这个还算好，哦，这个还算好。但是呢，难就难在有时候要念成乐，啊，有时候念成药，那又要怎么分？哦，太多这个地方了。也是不是都念药哦？不是，一般来讲，仁者要仁者什么？什么山？啊，智者什么？药水。这个词，这样大家都很熟悉。我们拿这个来比喻，这个药山药水，就不能念乐山乐水，对不对？但有些地方乐字还是动词，又要念乐。我们的《法华经》注解里头就是这样，注音里头就会看到，啊，不是《法华经》，《梁王》也可以看得到，哦，现在没有例子了，我一时也没办法举给你听。那所以呢，在这里头，普贤恨王啊，这里恨，
是指的 一套已经完成，被指涉为描述为一个完成的那个一个具有道德意涵的，那是念恨。比如说最明显的，这位老和尚有很高的道恨、德恨，有吗？有吗？哎，用这个词儿来给盖自己记忆，所以这是一个德恨，不能念德行。德行还在造，还在做嘛？那我哪知道后来会怎样？但现在你老和尚得恨，应该就念恨了，有没有？那很多地方我们不知道要念恨，其实这里就是普贤是一个已完成的的行动，哦、不叫行动，一个已完成的那个道德内涵，是属于道德内涵才念恨。那安乐性。安乐性品不叫安乐行，行是一般泛泛的动作，性呢是具有未来成道德的一整套这个 SOP 啊，你这样想就知道，这样懂吗？一整套行动纲领，行动的纲领，而且是具有道德的结果的，一般会在佛经当中会念成性哦，这个注这样子，这样子的定义，你大概就懂。可是，一般你要对这部经不是那么熟的话，你某科你躺一离，你得怎样被发哪个音呢、啊？你还要转一下，因为那不是你白话当中常用的发音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办？接着你们当然有一个怀疑了。师傅啊，就念得出来就好了，有边无边，没边读中间。啊你啊，然后读不出来就听。为了我怎么念就跟着好了就好了，不是？它其实牵涉很微细的佛经意义的。啊，你音都读错，不同的音一定代表不同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这样就表示你对它的本意有疑虑，不要叫有会可能弄错。还有呢，所以说痛苦难处还是难处。你看，这又来处所的处啊，好、哦、啊，痛苦难处还是难处？啊，我问你，待人处事还是待人处事？那就对了嘛。这是一个在那个地方的意思，不是指那个地方，两个不一样哦。一个是动词，在那个地方，痛苦。难处还是难处，那就要看下面的字。这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哭？这就是我的痛苦。处，因为那是那个地方，还有那种环境让人感觉痛苦难。我要在那个地方，以及那个。动词，我处在那个地方，啊，念处，啊，这是一个处所，这叫处，啊靠啊，啊听我不啦？我现在在上中文课的，所以你看，难，所以高中剩下的中文那个古汉文只剩下30%，那些白话文讲的那内容都阿里不打的很多。然后以后你看看这个越来出家人读解读经典的能力会越来越弱，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啊、哦！所以有志之士应该回去让你的儿子啦、孙子啦多读古文，然后你自己要去找到好的文本，注音要清楚，那不容易。我刚刚这些讲的用词用字，很多甚至就是已经是硕士中文系硕士的他。都还没读到这么多，或许有的有，但是不必然的所以这是普贤仰叩普贤恨，那真正指的人就是那个王字，你懂吗？是哪一种王？是实践圆满展现普贤恨的这个人，普贤王啊，其实就是普贤菩萨，那个王就是普贤菩萨。那为什么叫王呢？因为他提出的啊，他一直在实践这个事情，实践这个普贤恨，
是这样，所以他叫王守嘛，守的意思，为首的意思，或者做的最多的意思。那么为什么他的骑乘是用大象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大象是万兽，不是万兽之王，但是大象呢，走路的时候是四平八稳，过河的时候直接踩在河的底端。当然了，如果河太深了，它也很可能漂游起来了，也可能了，或者是用鼻子呼吸，这样也可能了。但这是比喻，说狗、牛、象在过河。比喻呢，声闻乘，这个别叫大乘，就是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叫做方便，我们叫做全教大圣，全巧，就是还不是很讲究、很就近的大圣。啊，再来就讲这个就近大圣，就是别教、原教。你看牛跟象都能载东西、拖东西，对不对？代表这是大圣的，能够载运众生啊。那么象是最就近的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造两尊？我一直耿耿于怀，一定要造两尊大白象在山门口，是这样哦。你们赶快去捐钱，或者赶快回去赚钱，啊，是这样啊。让我有前兆啊、好，是普贤恨王运想，你看，仰叩普贤恨王，我呢一方面看，一方面观想，这个其实就很接近我讲过的这个天台忏法，他还是这样，眼观耳听，身礼拜，心观想，我他是完全整套。但是在梁皇忏基本上就没那么，只有在这入忏的时候呢，好要你做一下这个事情。但在整个十卷的本文当中呢，基本上就让你随文入观就可以了，随这个文入那个观想，这样就好。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念到那个文，心中有个知道概念，有个影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懂吗？啊，就没有再特别另外观想什么。不过他知道也算是一种观想了，那么运想香花供养，下面就会有了。我们的十种供养就是香花、香花灯、土果、茶食、珠宝衣。啊，再用香花做代表，哦，词上是没讲到十种，但运想香花等等，香顿号花可以，也可以说是香花，没关系，这样懂吗？反正就是十种东西。十种内容代表啊，它名字叫香花供养，要念样不叫养，那又来了，为什么？养是平辈或上辈对下辈，比如说养育儿女叫养，样是什么呢？下对上的供养。哦，你看啊，你懂得特别念样，你心中就有个图画，这是下对上。啊，你不懂啊，供养供养啊，你都没有那种下对上的特殊情怀在心中。同一个字有不同的情怀，不同的情境。你不读古文，你就不知道这个字在白话底下同个音，在古文底下各种音代表不同情境、用法跟意涵，你不知道。等到你读经的时候，你就少了这个恭敬感。有没有出现？是不是？你看，所以发音不是简单的。我们亲近长老的时候，要注意这件事。有一次，北投有一个中什么山，考一下你们的台湾地理。中什么山？相公哎，哎对，中正山。中正山下有一个什么寺？中正寺。哎，对吧？中正寺，哎，不是，法语寺。前些阵子被人家刻意的讲一些新闻，那个是没什么意思的啊。法语寺，法语寺有一位长老已经圆寂，这位长老很特别，他是台湾人，那叫做妙赞长老，听过人举手。难了，这个能够听过的一定很难。
妙善长老。善这个字啊，台语怎么念？三点水一个圣，七人太圣的七人太圣那个圣，三点水加一个圣，台语怎么念？在我扣啊！台湾人不会念台语。丹，妙丹，丹，仙丹的丹，港音，妙丹，中路。有一次，他多远来，你知道吗？北投哦，啊，我住在那个时候，我住在哪？我住在车城。来，车城在哪里？车城有个什么有名的？洋葱。洋葱，你搞音哪里呀？熊也是对啊，那跟他请假。有个什么有名？温泉。温泉还好，温泉有名的应该是宜兰啦、北投啦，是这些才是。北投有个最有名的温泉，世界唯二，知不知道？哦。现在改成上地理了，世界唯二，而且是用北投的名字立名的，叫北投石。北投石呢，出温泉的地方有北投石，它就出成了一个很有名的雷泉，雷色的雷，照孤六十那个雷色的雷啊，类似啦，不是一样啊。雷泉是非常非常非常健康的泉，世界好像是唯二。它最早被发现的时候是日本人发现，所以以北投为名，在国际上面正式的立为学名，叫做 Beitou Stone， 北投石头。现在一粒要捡到的话，一粒都是好多钱，黑市好多钱，但不能捡。它有雷放射性，因此能够医病。啊，从那里出来的泉非常的好。北投人讲叫做什么？啊，你这不是真北投人，这一巴头出事的呢。我故乡，啊，可能无用言说了。青泉，清泉就是。所以给人知道无？你哦，为什么你洗过？你家乡在那？哦，你奶奶洗过，你没洗过，哦，对，奶奶才知道。你看，我是奶奶级的了。我说青泉，以前我们小时候在北投生病，我们北投小孩没有所谓皮肤病，也没有所谓吃感冒药，这两个没有的。哎，就你那老皮醉啊，我问他娘，去睡红醉，五角给你，一个小孩5块5毛钱，这样子，啊，我都好，我就去了。啊，去的时候5毛钱就要缴进去去洗，对不对？我才不会嘞，为什么这样浪费5毛钱呢？那怎么办？外面门口在卖杏仁汤，嘛是五角一罐。啊，我当然提去买杏仁汤啊喽，啊，提去洗身躯啊，无菜对吧？是不是啊？但是呢，你没有洗温泉回来哦，我娘有个手法，你一定知道你有洗，抓过来哈，臭突突的。无金金，啊，你就死啊！所以又不能不洗，对不对？又要洗，又要喝杏仁汤。哎呀，一减二个，无啦减水口，啊，这要安怎做？水水口啊水，哎呦，垃圾啦，袂使你啦！咱的水准乃是水水口啊水的，内底有放尿，袂使。怎么办？站在门口。好、哦，还不要喝，好、哦，先买了就站在门口啊，看有那个阿伯进去的时候，你拉着他衣角，跟外迎孙，这样、啊、就进去了。我是他孙子，啊就进去了。但是常常这样干，那个门口的欧巴桑顾门的说：“搞晕了，你个瓦工啊！”哦，他也知道，昨天不是拉一个说我是迎孙，怎么今天又拉一个我是迎孙啊？这样子，大概洗3天啊，感冒就好了。
那没有所谓北投，真正北投小孩子没什么皮肤病的，哦，那个对皮肤是好到不行，那一罐就可以拿来当做化妆水了，随便拿一个就可以当化妆水那种感觉，因为它有能量，消毒它是雷嘛。回来，他如果那个受伤哦，浸下去哦，哦，会跟他僵立擦的，听下个，但是听了吼，好啊，康水家己修，那个刮伤的地方就好了。啊，我坏，常常被我妈妈打。哎，那个打法是怎么打的？是，对了，在寸擦把西，但是那个擦把西是真是青擦呢，不是青纱的擦，是烫光光的擦呢。所以深深你就可以知道我多坏，你知道坏到我娘已经气到爆了，把衣服剥光打，不掉啦，免掉，因为关门怕告啊，你都会晒啊，那关起门来锁起来就开始打，这样打打打打打打，全身都一条一条，然后再叫你去洗温泉，会再痛一次，啊嘞。那么这个呢，这我们说啊，这个供养啊，各种的香花啊，其实这种地方的好东西，在佛法当中其实也是可以供养，只是没有办法取得了，一般没办法取得。那么在西藏地方，他们会就地用他们的那个宝石，有些山洞的挖得出宝石，主要很多就是绿松石。现在很有名的绿松石，很多都是假的啦。 那绿松石里头有带铁线的，他会拿很多也是来供。好，那么这样子就供养，所以 要念样，下对上十方调御，调御就是佛的别称。预言清净之坛场，先送秘密之章句的，这是这样，忏坛，忏坛忏悔之处，那叫做坛，坛是高台位之坛，就是什么供着普贤王菩萨。理论上说，忏法都是以普贤王菩萨为主尊，就是因为他在普贤观经中要做大圣学习者障碍排除的协助者，而他说了一件事。他说大圣之所以不能够入你的心，或不能你能悟法华三昧，主要是讲法华三昧，你不能悟法华三昧，主要就是因为你的业障覆盖你的智慧，本具的智慧把业障消除了之后，你智慧就现前，你自然能悟入法华三昧。那怎么办？我做你的忏悔主。什么叫忏悔主？就是有点像天主教那个告解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子。他们有些严格地方的天主教教派是要求每天都要告解的。哇，你看很有修养哦，每天都要说自己有什么错误，讲了一句不好听的话，对谁有什么恶心，什么身口意都要讲，都可以讲，这样告解。所以神父其实也很忙，他那个话区如果每个人都很用功，而且每个人都很照这个做法做的话，哇，他每天晚上都要去听这些告解啊，听告解，在一个小房子，你们有看过吗？中间隔着网，但是依稀看得到对方。那神父只有耳朵对着你，脸是对旁边，那你要嘴巴对着他，就脸对他耳朵方向。这是一般做法了，但 是具体我都不太清楚，就是这样，那就忏，有点像那告解。那只要你去告解，对。普贤王菩萨就是普贤菩萨，说明你的过失，他呢就说已知，以后不要再做，意思是这样，那你就心就舒坦，你就讲出来就舒坦了，你发愿不再做，就是忏悔，忏者是忏前愆，悔者发愿当来悔后过，就是我对于我已经做的感到惭耻，感到呢宁可不做。感到后悔，那这个时候就叫忏。那对人说出我的后悔的心意，跟我做了什么，而我表示对这件事情的惭耻之意，这就是忏。那
讲完这个的时候要发愿说我今后不再重犯，这叫悔。如果说这样讲，哎，我今天呢，不小心呢，开车压死了一只狗啊，我跟你求忏悔啊，那今后呢，有还可能再压到，你叫忏悔吗？没有人会相信啊，因为你今后还会做，那你来跟我讲干嘛？你以后不想做，你才来跟我讲，你懂吗？所以你的心情要对于你现在所做的自认为过失的内容，你要有一个愿心，说愿我发愿以后不再做，但是以后又做了啊，就是我的愚痴或我的业缘不具足，让我又犯，那我再忏。但每次忏都要发愿，怎么样？我不再做，这样懂吗？不管最终你后来会不会再做，你的心情每一次都必须这样说明。啊，人当然不可能说真的做到这么好的不贰过了。这孔夫子赞美颜回说什么呀？他不贰过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这样。但佛法当中没有要求到说你贰过你就完了，不至于这样子来说你。但是在忏悔当中是要这样。所以我们今天梁皇忏一念到不对的，他会说发愿未来怎样怎样啊，如何如何，就是在那个，这就是悔，一定要这样才叫忏悔，懂吗？懂不懂？好，要了解哈。所以这就是想到我母亲教我，我很坏，那常常被打，被打是当下，他要你知道你错了，但不是打完就没事哦。他打完了，他就把那个修鞋烟嘛，修鞋烟就是那个竹。竹扫把的那一把一把的，他就放起来啊！我知道那个不能藏的，藏了会罪加一等。因为我母亲自己又会另外摆一个暗的，你起码你那平的，伊看无哦，伊提暗的来，你摆啊，你懂吗？罪加一等。所以呢，我们有默契，就尽量不要犯错，犯错的话不要把刑具藏起来。好了，那。打完那是第一阶段而已，他还会做一个事，严重的啦，小事他不会打你、骂你、说你而已，大事情打你，打完了他会做一个事，他会放话，你不乖，妈咪我爱听你啊，你不是我的囝，哎，我这人很好骗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听这样我就崩溃，什么呀？我是阮妈咪唯一的囝呢，啊，伊即马无爱做阮妈咪啊，妈咪啊，因为我父亲在外商银行工作嘛，啊，所以会讲都是妈，我叫母亲，唔是叫阿爹、阿娘、阿母、妈妈，唔是，是叫妈咪，好，是这样。那早餐吃的是那个什么 French Toast， 对，那个 French Toast， 就法国面包，法国吐司，你们知道什么叫法国吐司，你知道吧？吃过你举手，不是做出来的法国吐，不是买到就叫法国，一般没有了。法国吐司是指的奶油去煎，好，奶油去煎啊，有时候有还会再打蛋，打蛋之后蛋淋在那个吐司上面，然后在油上煎，煎了之后很香，那叫做 French toast， 就是法国吐司，吃法是这样，是很营养的。如果不谈荤素的话，那是很营养。那油有哪一种油你知道吗？不叫牛油，那叫做 butter， 就是对了，奶油，哎，对，那叫奶，整硬硬的那种奶油，哦 ，butter 要那种油，我都会煎啊。我从小我母亲做什么，我在旁边看，我会煮饭菜就是这样看出来的，不是教的，用看的。哦，好了，那他你坏。哦，你坏，他会打你，好啊，一般就骂一骂这样而已，好，那坏他打你，打完了，他说我，他会再绕话说我爱听你啊，你不是我的囝，好，接着他看你怎么反应，那我就会紧张啊，我从小就在修忏悔法门，我就要去跟母亲讲，妈咪啊。我唔敢，下摆我袂阁做啊！
啊，我妈妈那个时候可能正在打毛线，你打败了吗？没讲，因为你每次都这样，就重犯嘛。你打败了吗？没讲，没啦，我只拜一点呢，然后就要跪下去，要跪啊。他不会叫你跪，他看你表现诚意，意思就是这样。啊，我就要一直想，用什么话，用什么动作表达诚意。你看，就跟这个拜忏完全一样。所以我已经在实习忏悔法门，我叫鬼爷爷阿弟你供，差不多公上都大概严重事件大概要讲上半小时，各种话语都要讲出来。我那阿伯哥在呢，我才给你拍，啊，我今摆不是给你拍，我唱，啊，无哥在拍较严重呢，拍较大个呢，他还是不理你。那你就要这样拉他，别这样啦，嗯啊，你跪跪好，好，我对了，然后这样，大概这样熬上半个小时，你必须很清楚的知道你讲了什么，你跟你母亲约定了什么，啊，最后他会讲一句话，那你跟他说的哦，你自己讲的哦，你自己记清楚，就这样。他正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呢，我那个外祖父出现了，阿公、外公就出现了。您接触阿妈哦，阿公哎那一集，他就出现了，完全是八点档状态。他就飘出来之后，他就会开始讲话了。哎呦，阿娇啊，我母亲是潘美玉嘛，阿娇啊，啊才一个囝尔啦，啊都有拍就好啊。啊，哎，就你跪啊，你唔得卖安尼，弟弟干妈。他在扰乱教育，你懂吗？是这样，然后我那个母亲就会这样打毛线，啊，阿爸，我咧教囝啦，你唔通安尼讲起来啦，安尼我歹教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啊，这个阿明啊，啊较乖啊。我的小名叫阿明，哎，就是施立明那个明，日月明的明，怎么会？我的名字是梁启堂，怎么会跟阿明有关呢？是这样的，如果是这样的哈，古人会这样想，要取一个跟你原来名字无关的，这样什么魔神仔才不会把他抓去，魔神啊，才不会给他抓去，安怎？因为这小孩子乱搞，你懂吗？不能真名流露在外，以后呢，业障鬼来了会找梁启堂是谁，就马上抓到了。所以呢，我叫阿明，跟梁启堂完全无关，让那个魔神仔抓不到你。囡仔安尼才会好有气，懂不懂啊？这都是古人的想法，其实他有他的道理的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中国人有别号、有外号这样来的，表示那是父母叫的号，不随便给人家叫，是这样。好好，所以我那个什么，我那个祖父就会外祖父就会讲。他又转身跟我劝我了，他知道我母亲讲这样这样对，他就站在我母亲的位置说：“啊，阿明啊，你要较乖咧，唔通互恁阿母哦，也讲恁妈咪，恁妈咪哦生气，哎呦，怕到安尼，阿公食唔甘。哦”我知道没有用，救兵现在都挂了，无用。我母亲是吧，铁面无私，这是我母亲的教育。是这样，还没上小学就这样教了，是这样教了。我还没上小学，我就会洗厕所啦，清冰箱啦，哦，帮忙捡菜、洗菜啦。所以他这个接工的来，普龙公来的时候，什么都不会，只会生气这样而已。哇，金马英啊，哇是，真的是普龙公。没有啦，他母亲过来还是有调整，也很用心教了，我会跟他讲他怎么教怎么教，所以这就是忏悔。我母亲其实他应该是发愿来做我母亲的了。他曾经在要生病很重的时候，他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叔啊，我母亲也出家嘛，出家之后我在照顾他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：我叔啊，我唔能够再活伤久啊，安尼会让你歹修行、歹度众生，差不多还会使啊。”我听得很急啊，我也会哭啊，啊，菩萨你哪来讲这样？那时候在普里，
这是在普里讲这个话的。嗯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说这个呢，他就这样教我，所以我很清楚忏悔法门。那古德在解释忏悔法门的时候，我母亲教我那个样子就跑出来。所以说印光大师说，他说，世间道德跟秩序跟公民的养成，其实是女人在养成的，因为女人比较细心，不会把事情看作小，特别是教育。我昨天才讲相夫教子，真的是这样。现在我们的教育太洋化，都不懂这个道理。所以你注意看西方人，特别是欧洲，他们的文化也是这样哦。你不要以为说啊，西方人的女人的、啊、是很欧美女人很彪悍啊，大概都在做外面的事情，没有，他们也是有这种，他们也流露出这个样子来，只是他们用什么方法来描述女人扮演的特殊男子做不到的那个角色，他又是不是用我们这四个字这么精准？那不一定，这样而已，他还是有这个影响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印度也有。就这样，你注意看那印度电影演的那个女人看起来萎萎碎碎的，但是女人一发飙起来，她家里男人都要听话。为什么？一般来讲就是这样了。家庭琐事、小事、教育事，听女人的；大的方向参考女人的意见，最终男人决定是可以，但是要一定要多参考女人的意见。但有时候也要看这个女人怎么样，心量广大不广大。有人又说，男人听耳边语成不了大事，是这是又在讲什么？讲说女人但知须臾事，她顾家很强，可是当男人要做不是顾家的大事业的时候，有可能会被女人阻止，所以这点又要分开了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这里都没有什么好坏啊，不是说这样女人就不行做事啊，不是的。所以我在讲《爱道经》，我一直拿我母亲来讲，我说《爱道经》不是在骂女人，她是在教导扮演角色的不同，所以不要污蔑了《爱道经》的美意跟善意，这样你懂我意思吗？你可能请那个什么呢？那个篮球选手去比赛棒球吗？不能啊，各有专长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今天说比赛篮球能成佛，那这样的话会棒球当然会怎么样？会弱势一点嘛。了解意思吗？是这样，这个社会是男女共成的社会，男人女人成就，甚至有时候女人成就更大。但是呢，修行佛法有时候要放开，暂缓放开私人的小恩小情谊，这个时候女人就比较吃力了。好，男人有时候自己家里的小孩子读到小学几年级，自己都弄不清楚，妈妈绝对不可能，对吧？因为他会在这细节当中注意。那过度注意细节跟情感的存在的那种关怀，他就使得可能他放不下做大事，放不下修行的不执着事，他可能就放不下。那这个会使得他在修行不执着利益众生这件事情上，会显得比较小心小量。但是你放在人间来说，这是他优点，这不是缺点。有时候就要小心小量，才能把杂家照顾得好。你大心大量，自己的家照顾到隔壁的家，那就是很怪异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你是我家的娘，怎么照顾到别家去？哦，是这样。不过呢，说到这个呢，我再讲一下我母亲。我母亲煮的饭菜哦，一煮饭菜的时候，隔壁的小孩哦，直接拿碗公就来我家等着吃饭。然后他家自己他爹娘或者是他阿嬷煮的，他就回去就不吃了。后来大家隔壁左右邻居呢就放任了算了，所以隔壁的小孩隔几天就会来我家打牙祭，因为我母亲为了教好我，她就想方设法煮各种好吃的给我吃，营养的、健康的。她是那个时代哦，六十年前时代，她去买育儿书、买烹饪书来学着煮什么样菜给小孩吃，营养均衡的这种母亲，这样用心。所以我隔壁的那个母，那个人家的阿姨啊，来啊，硬要把她女儿做我的妹妹。为什么？她跟我母亲讲一句话，她说：“
他知道我是领养，但他偷偷讲，意思就是说你领养都可以这样子，那我女儿也给你领养。有钱都不可能这样照顾小孩，所以他们就看到这个程度，是这样。所以你看，他凶悍很凶悍，他的那个照顾是无微不至，无微不至，很体贴，很怎样。所以后来我带学生呢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会观察说，哦，现在有些人他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照顾人，然后怎么样体谅，这大概都会跟原生家庭有关，因为我们的社会渐渐疏离感出现，连做妈妈的也疏离，也疏离。啊、哦，是情况是这样啊、哦。好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就感觉从小的时候你概念不懂，你最后长大会影响你的那个忏悔心情。那、啊、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开始学，现在是重新翻盘学啊、哦。所以严禁清净之忏谈呢，谈就是高级刚刚讲，那秘密之章句就是指的什么呢？章句是指的咒语，其实咒语是有意涵的。但他偏偏不要你知道意涵，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没有人，很少人解释这个事情。实际上是这样，咒语并不是念给谁听，咒语是宇宙当中真实的，不因为国家不同、文化不同而发音不同，是来自于一个觉性，为应某一种因缘之下所发出来的那种声音。这种声音是可能有意涵的，不是没有意涵。我不是在那里呻吟啊什么，但是这个意涵呢，同样意涵，比如说啊、哦、啊，阿弥陀佛，这个意涵，这个意涵是有它的无边的意涵的。那么用英语念，用什么念，基本上发音的差不多，所以这个字它就是秘密章句。什么样子的文化来念它，就是这个发音。或者有点小音转，那是因为你的文化造成的，不是他让你这样。那所以只知道音，那问题是知道音又不是，那我们秘密章句嘛，因为不知道内容嘛。那现在不知道内容的话，那有用吗？你要知道，咒语是发自于真实的声音。那既然是真实，你我心中都有佛性，也来自真实。所以你正在称念佛名。你正在称念有意义的咒语的文句的时候呢，你的内心自然跟咒语所要表达的深意是相应，这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敏感显应。它咒语真的是能应，能清净环境不就是显应吗？但是你对它是无感的，敏感的，明就是那暗明的明，就是冥王星、天王星那个明。懂吗？明，不现前，它不现前的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你的自信当中自有感应，这是宇宙之间的共同音，不同的佛也发一样的音，哪个地方的文字最终都发这个音，语言文字都发这个音。那这个音呢，就唤醒跟你内在的一个法性的善念跟引动。某一个意义或引动某一位菩萨或护法呢的这种善念呢是相应的，所以你尽管念，它自然能感敏感而应你这个咒语所要的结果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念大悲咒，其实大悲咒是什么？大悲咒里头的84句，每一句基本上都是鬼王的名称，只有头尾敬词而已，归敬。那么哈拉达拉多拉雅雅，那是归敬词，后面的刷哈是结语词，中间那个其实都是，这个鬼王名。但是你知道鬼王名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用中文我翻译这个鬼王的名称，哈、哦、啊、哦、叫做什么乔什么什么什么叫乔达摩鬼王，什么什么极刑鬼王，对你有什么意义？你会分身分享吗？你就直接念宇宙之间的通音，念。自然有感，那是敏感，它显应就是能够让环境自然清净，这样懂吗？懂意思吗？哦，是这样，所以说叫秘密之章句。你不动念头，你在你内心里焕发出与诸佛同样的音，它自然能敏感于法界该感的事情，
咒语想要让你感应的事情，那你去知道它，知道它反而没意义，反而会影响你的专注跟恭敬，这样了解吗？是这样，所以他秘密章句不翻，不翻译它的意思，所以叫秘密之章句。但它是有意义的，所以叫章跟句。没有意义，就是一种呻吟声，一种摩擦声，那怎么叫章句啊？这样了解了吗？是这样。你比如说 ，Om Mani Padme Hum， 它其实是一个讲一个清你的自信，像清净出淤泥不染的莲花，它的本意是这个意思。但那你每次念的时候，你在说我有出淤泥不染的心性莲花，你看你要怎么念吧？一定起分别心嘛？那就 Om Mani Padme Hum， Om Mani Padme Hum， 就这样念就好，这样懂吗 ？OK。但你说好歹知道一下意思嘛？不需要，因为那是你，这就是大乘才能解释了、啊。这是你内心自觉的内容。你只要是专心念，你自信的不动的觉性就会出现。那时候你自然会跟这个咒语感应。重点在敏感显应，应出智慧出来，这样就好，懂吗？你知道它反而分心，而且与发掘内在的觉性没有帮助。你说怎么会？不是智慧跟慈悲跟修行合一吗？那我现在不知道，我怎么会有智慧呢？错了，你一直把智慧当作分别之见叫智慧，不是，那是分别经验之见，那叫做聪明，那叫知识。智慧是无以名的，是你本具的。它不是被某个东西勾出来的，所以你不需要先去知道什么，好像就要把它勾出来，那叫做知见立知。那个知见本身是道理，你自然会映射，看就知道，听就会知道，感应就会知道。但是你用另外一个知见去解析它，那就错了。我问你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有没有翻译？我知道啊，无量光，无量寿，错了。那是勉强给你的两个意思。当我给了你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就切面就在那里了，就死抓着那个。我问你啊，这是什么形状？长方形。你们会这样讲？错啦。如果你这样看这个角度，你如果看这个角度，这不方啊，这是圆的，怎么会是方？啊，你如果这样看，近乎正方形啊。你是好像你以为你整体看，没有啊。你没有看到整体，你永远只看到一个部分而已，懂吗？那就是知见。所以知见是凭着经验跟你所在的角度而建立知见，那不是整体。整体是无以明宣，内心刹那之间与一切实相相应，它没有语言可以描述，一描述就是某个切面。这就是佛法里的很深也很根本的修行概念，跟宇宙的这个叫做应该叫做，这个理性观，是这样。好，在这样人间的哲学也有部分接触到这，或者被佛教，被佛教导引这个概念有，但是它直接是个拿来修行的，所以很多修学。南传法的人，他一直说咒语是外道。你想想看，外道也不是笨蛋了。要是咒语没感应，他干嘛要有咒语？这第一。第二，《阿含经》里头就有很多咒语。他不是以《阿含经》，声闻人不是拿《阿含经》做根本经典吗？他就没办法解释。所以不能批评大圣的。你批评大圣，你最终会走自己的绝路，会把自己断绝的。好，你不能相信，你也不要批评，这是没得让你批评的，批评你会自己伤害自己。邀起善果，要念邀，不能念要，看到没有？邀，我们讲要求的邀，邀起善果，以周容，必使罪花。如果你要善果能够周容，周是完备，容就是兴盛，完备而兴盛的话，善的果能够完备兴盛，我求三样，三样都有，不但有，而不只是小小的有，很圆满的有，
这样叫龙，懂吗？周龙的话，那一定要先让我内心身心行为所造的恶的这个罪，好，正要结果，正在开花。什么叫罪花？你知道吗？已经感觉有罪的报应要出现了，我喉咙开始在痒了，马上就要确诊，给那加油啊！让那个什么痒的那个往内缩啊，就怎么样？就花不结果，结果就确诊，两条杠，对，又恢复成一条杠，是这样，两条杠啊，所以就确诊，行不行呢？我们灰师傅很好笑，还好他跟我讲，我说：“你不是好了吗？你只是这样咳嗽而已啊。”“对啊，可是我每天都测，它都是一条杠，我要把它喝到没有杠。”我说：“不对了，不对了，一条杠是对的啦。”好安呢哦，难怪我一直喝一直喝，都每天都是一条杠。我刚才你跟我讲，得啊我。他太忙了，没有注意这个事情。他刚一样撸，一统天下，弄一弄一条杠。好，那么呢？所以为什么要花？就已经现前了，有迹象了，你懂吗？嗨啊！哎，什么都不顺。出去的话被蚂蚁咬，进来的话被蟑螂咬，然后呢，做什么都不对。大概有过失了。有罪花，要怎么样？要闻一之时见影，要知道有鞭子了。你看那个马，笨马就是怎么样？最笨的马就那聪明的马，看到主人走过来，他就知道要跑过去，要出发了。这是最有智慧的马。那是没有智慧的马呢？坐上去之后，脚一夹，他就知道要走了。笨马呢？主人就坐上去了，还被冲上。只要主人怎么样，鞭子简单打点一下，他就冲了。超级笨的马是怎样？他点一下他还不知道，要用力这么一吹，丢天海啊！呢，一架用前冲，这就已经罪已经现前在你身上了。你要不要做这种笨马？要不要了？要不要见影鞭影就要跑？那个鞭的影子就是罪花，听懂吗？听懂吗？怎样哦？怪怪的，最近都怪怪的，脾气都不太好，老是被师傅骂，或者什么做去都错，或者我煮这个菜啊，明明这样放，怎么都不好出，开始觉得怪怪的，这就是罪花现前，懂吗？你自己要清楚。所以说必使罪花而凋谢，我就不常果，他起迹象我要赶快消服。仰叩红池大张灵验，你看灵验看到没有，就是感应灵，神变莫测谓之灵，验就应我们的心念叫做验，所以它是敏感显应，叫做灵应，不是灵验的灵应。仰叩红池，红池，红者大也，池者娱乐，能够感应，当然我就会愉悦快乐了嘛，是这样。啊，再来，普贤王菩萨摩诃萨三称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我们的忏悔组，一定三称。我们到哪儿去参加什么仪轨，基本上都会有这样子的普贤王三称，原因就这样来的。你在啊，好，那么普贤王菩萨摩诃萨三称，好，现在赞叹我的忏悔组。我整个要来忏悔，我忏悔组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，那怎么可以用的文呢？就是普贤观经里头的文的简易版，懂吗？简易版有一菩萨，有一菩萨结跏趺坐，名曰普贤，身败于色，五十种光，五十种色，以为相光，生住毛空，流出金光，寂静光端，无量化佛，化诸菩萨。就这样，他就说了，有这么一位菩萨，他呢结跏趺坐，就是盘腿坐着，他呢叫做普贤菩萨。
所以普贤菩萨基本是坐姿，坐在白象上，啊、哦，有的照相呢，照垂脚或怎么样，那是一个艺术造作，哦，他的本意就这样啊、哦。那么呢，身白玉色，所以普贤菩萨是白色的，哦、白色，但他那个像呢，是青丝白相，就是纯白哈、哦，这样白的相。那五十种光，五十种色，一一光有一一色。光是什么呢？光就是一个光线。那每个光线呢，有青黄赤白红黑花蓝这样各种颜色组合成什么相光？就这里一圈，所以这有五十种色，有五十种色在这里，要有影像，懂吗？要有那个画面，知道吧？啊，五十种色，以为相光，生诸毛孔，流出的是金光，所以你会看到是金色的这个什么呢？白玉之身，金色的光芒晕在外面，十丈、二十丈的光，很大很强，啊，就我们讲那位。那位机身有没有？他说：“哦，那个气好强哦，一直就这样来了。”他说他看到是这样，啊，那流出那个金光，所以肉体是白玉色，光呢是金光色，啊，其金光端，那个光出去之后的尾端那里，居然还有化佛在光的尾端，那身上的光是无量无边金光，对不对？那就无量无边的化佛。在那个光端上，就光的尾端上有佛，所以他是身边都是佛围绕。你看，是众佛围绕菩萨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普贤恨是一切成佛的根本。没行普贤恨，你怎么成佛？你没有功德力，你没有度众生的善因缘因善因缘，你也难以成就度化众生的净土。所以他是王啊，普贤王啊，啊，是这样啊。好，那么无量化佛，看到没有？无量化马上就出来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在那个金光端上，还有呢，其金光端有无量的化佛，然后呢，诸化菩萨，连菩萨都有，佛不会孤立一尊佛，就好像总统出巡，一定有旁边有侍卫一样，啊，有他的军事顾问一样。你要知道，一般总统出门一定要好几种顾问。其中有一个就是按下原子弹的那位军事顾问要跟着你，因为你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出现嘛。啊，那黑盒子一定在，那个按原子弹的那个黑盒子一定在啊。他们要讨论，一般来讲三个人要同意，哦，啊，不能一人同意，这样一人同意太危险了。他有一天暴怒起来，他就按下去了，那还得了？不是死他国，他自己的国，是死全世界呢。这样懂吗？所以应该要建立这种制度才对。所以过度的集权太危险了。你看北韩一直发射火箭，有没有发了十支，把南韩气爆了。南韩现在也在进行这个紧张的那个，不谈，就这样哈。好，就这样。所以化诸菩萨也要有，以为眷属。所以化佛作眷属，化菩萨为眷属，就普贤王。一般我们都很熟悉观音、地藏跟文殊，对吧？哦，智慧嘛，普贤王很特别，他是这样，他既是千手千眼，又有佛菩萨为眷属，因为他是万恨之首。安详徐步，好，哦，这个安详结跏趺坐，你怎么安详徐步啊？这里就没讲了，是六牙白象，他在六牙白象上安详徐步，懂吗？经典本来就有，只是这里你没有经典全部讲进来，你会搞不清楚。你刚刚就结跏趺坐了，那他有下坐了吗？他下坐干什么？这样就看起来没那么庄严嘛。他事实上在相上啊。为什么六牙？啊，就六度，代表六度，代表六度啊。安详徐步，遇大宝花。他行进的时候是这样，每旁边有小的相也是眷属。那每一尊像呢，脚踏莲花，啊，不是踏什么什么什么云，莲花下有云，莲花云上有莲花，啊，那么你看，赤
是行者，行者就是我们。来到我眼前，我看到他骑六爻白象，为什么？象出现了，骑象开口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开口，开口的时候呢，他就现出那个六爻白象的六爻，这个爻的尖端很特别哦，很特别哦，其他菩萨没有的景象出现了。牙的尖端呢，又有莲花。牙的尖端有莲花，莲花上面呢有什么呢？有天女。这天女是比天上人间，人间的天女还要天女的天女，是她是她的眷属。你知道普贤菩萨怎么会眷属这么多？因为万恨，普贤万恨的关系，各种功德在里头。时间到了，好，那么万恨在那，然后呢，这就是玉女。那为什么是要玉女呢？她要展现愉悦的、祥和的、具有慰问功德的景象出现。所以看到普贤菩萨不用修，几乎了，我都不用修，当然不行了。而且意思说，你几乎不用动作，你光看那个阵仗，你就完全被他疗愈。被他感动，所以我一直要找人做，没人愿意帮我做，太难做了，雕像很难做，画都很难，到现在没成就。要在牙前方莲花，莲花上面有玉女，那个玉女还有动作哦，那个玉女呢，拿了什么呢？拿了杵对着你说，你忏悔很好，给你证明。六个牙，六位玉女，那个玉女是菩萨的眷属，也是功德示现，非常之庄严，非常之尊重。你看了之后，就像看到深远的母亲，但她又非常的世间人讲叫做美，你懂吗？她不是美，她那种庄严无以复加，让你知道人间无苦，法性自乐那种感觉。要去观，观入你就知道是这样，所以他这样，然后举那个杵，就有点像那个韦陀菩萨的那个杵一样，点向你，是这样。那么古月玄歌，那个玉女身上也有法器，就像我们这几天我们那个月师傅弹那个 Beckendorf 的那个，那个是我们最后一梯的手工琴。现在他也不做手工琴了，所以我想要拍卖，看你要买多少。那的琴越久越贵了，是这样啊。那么什么古月玄歌，不只是这六爻白象上有玉女，各个虚空中也有跟着白象，那白象当中也有玉女。这样啊，所以古月就是管弦乐了，就是那个我们讲的那个。这个不是国乐团，应该交响乐，它是弦嘛，有弦在里头，有没有啊？鼓就是敲击的，所以说管弦乐。哦，还有管弦歌鼓，哦，这是敲击乐跟弦乐了哈。其实还有管乐了，管乐啊，这样啊，其声微妙，赞叹大圣一时之道啊。所以大圣一时之道是可以用情境表达的，它不是用说的。很特别哦，因为这在你自信中，你就呼应我刚刚讲的那个背乐不念咒语是秘密章句，也是用情境表达，它不是用知见分别。相信我，这才是大圣，这是重要大圣的精髓，不能用人本主义来谈它，好吗？好，上到这里，向下文长，复以来日回向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佛道上誓愿成，志归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；志归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志归身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。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